收看传喜法师弘法行。这次给我做片子的那个冯源，啊，他做那个普贤上师研究，他配照片，找我讲的法，然后找到相对的照片配。结果他找一个藏传佛教有一个叫曲乔仁波切，曲乔堪布，这位老喇嘛，这位师父也是，他一生当中啊，以苦修著称，被尊为当代的米勒日巴尊者。他到圆寂前，他所住的房子，就是这个几米见方的一个，哎，是4-5个平方的，最多4-5个平方，我估计4-5平方都没有，因为那个照片里拍出来，我看就很小的，一个用木头很简陋的一个房子，里面一个很破的一个钢炉，钢炉上一个很破的水壶，这就是他这一生唯一的财产啊！但是那张照片里面，那张照片里的眼神就跟我们净慧法师的眼神一模一样，水汪汪的，他看着似乎里面含着泪一样的，然后胡子乱乱的，头发也乱乱的，就这样的一副眼神看着。但是这个时候你看的眼神在微笑，有悲悯啊，这种对众生这种。然后既然因为他做片子，他要用到这张照片，他一下子被他的眼神所触动了。我想拍这张照片还不会是用我们现在的这么好的照相机，但是在这个老人家的脸上的那个眼睛触动到他的心灵深处。哎，冯源会怎么样你知道吗？哭了三天，泪水就一直流，一直流，哭了3天，就那样一个眼神触动到他，就圣者的眼神。你以后就记得甘露澄清4大海是什么感觉。哎，阿弥陀佛的眼神，哎，毫无条件的悲悯众生，毫无条件的。不是说你给他供养，你给他磕头，他才悲悯你，哎，批斗他、打他、骂他，都毫无条件的，就是叫无量的光、无量的寿，没有一时一刻暂停过，哎，没有一时刻的暂停过。所以净慧老法师给我的开示，他就说他看到我们年轻人嘛，看到我也好像蛮那个，他特意关照，意思就是说我当初啊，我们那个刚出家啊，我们很用功很精进啊，他说不倒单啊，到后来他说哎呀，身体有时候啊，这个太过分的强求啊，有时候身体受伤啊，哎，他讲自己的意思就是啊，其实就是让我们明白修行还是要什么适度，就像那前两天讲的那个中分国师的这个那个出家劝勉一样，哎，不是说一定要夜不倒单，而是能够深耕早起，能够日日这样子能够这样日日的这样子精进，哎，那才会修行进步会快，哎。他说那个时候我过午不食啊，吃了多少年的过午不食，后来我这个胃还有一点问题，他都跟我讲，哎，然后意思就是说你们年轻人现在用功，就是说不要再偏执，还是要走中道，其实我一次一次的去他老人家那边去亲近他，得到很多的，就是讲面对面的，得到很多的这个教导。他人家现在是肉身，整个肉身站在国清寺的对面，肉身入塔，整个过程我是奉持的师父，这个参加了整个过程，但是我们国内就是说可以这么说，真正是稀有难得的一位。整个身心都奉献在教法、实践于教法的，极深证入阿弥陀佛念佛三昧的一位圣者，我再翻过来，生命电视台台长、台湾弘法院方丈，我们上海夏涛大和尚，这个你们都听说过吗？听说过。有没有见过？见过。有见过，有没有见过？海涛法师是一个非常慈悲的法师，他当初是因为他自己的做生意自己开公司他也很烦恼，然后在附近的慧日讲堂一去坐坐就休息，看到出家人走来走去那么自在，哎，他是精疲力尽，看到出家人然后面色红润，他看到就看呆掉了。什么这个男的长得怎么比女的还漂亮？这个面色红润白里透红对不对？这么嫩嫩的，哎呀，这就羡慕哎呀，出家人真舒服真好就对出家人升起羡慕之心。然后后来他妈妈生癌症，因为他妈妈以前经常喜欢养鸡杀鸡给孩子们吃。后来这个他妈妈就得了咽喉癌，因为杀鸡是不是割喉咙那海涛法师就念地藏经，跪着念地藏经，为妈妈消业障。他妈妈居然不痛了，哎，然后但是呢医生查出来呢，说这个还没有那个，还需要去化疗。他妈妈很自尊心很强，如果做化疗的话，这个头发会掉掉知道吗？人被辐射了之后化疗是什么东西哎，化疗不是化学的，它是一种辐射光线来照的，哎，它这个辐射的话能把头发掉掉的。所以你说一个女的到后来头发掉掉了，是不是很难看哎，这个男生们说不难看当然她女孩子她会执着这个我们如果从出家人的角度上讲呢，但是如果你头发真的是秃子，能不能出家？不能出家。或者说的出家有很严格的要求，头发如果你没有头发，你天生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那个种秃顶不要紧，有的人他就有那种病，就是那个秃子，还有他不长胡子甚至腋下不长毛，这种都是不可以出家的。这样别人世间的人会说出家人就是不长头发的，哎，知道吗？哎，出家人要身体非常身心都健康，没有一丝残缺才可以出家，六根具足这个须发具都有所以才有剃除须发的这么一说。哎，这个但是自己掉了反而不能够出家了。哎，他当时不是出家不出家的问题，这个老人家他他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不愿意。海涛法师就继续跪着给他念地藏经，然后在佛面前就发愿：如果我妈妈的这个病好起来了，我愿意出家。伟大不伟大？哎，后来怎么样？妈妈身体真的好了，好了之后。他妈妈知道啊，因为前面一次他就知道儿子为他发念地藏经啊、发愿呐、啊吃素啊怎么的啊，先是发愿吃素，念地藏发愿吃素，结果妈妈哎身体不痛了，然后又发愿如果好了彻底好了，我愿意出家，结果又好了，然后他妈妈就把儿子找来了，儿子啊，这次你又发了什么愿了、啊？如果你发了什么愿，你。哎，这个我现在好了，你发了什么愿的话，你应当哎还是应当去做哦。结果，这儿子跟妈妈说：“妈妈，我发了愿，如果你好了，我出家。”结果这个妈妈听了之后，泪水哗就下来了。舍得吗？因为对出家不了解。但是真正的是舍不得，就是了解好了。那天在座的你们这个妈妈，在座的爸爸妈妈，你看是不是都信佛的？但看到你们行慈亲礼的时候，父母师长顶礼三拜，他们有没有哭啊？没有哭的，你们也哭了，对不对？哎，这个很感人的，这感人说不清楚的，因为这个行为很伟大啊，这个很伟大的，所以。当时他妈妈流泪，后来出家之后，他出家容易不容易啊？因为他爱人很有钱，是台北啊，台北那有一个很香火最旺的那个庙的那个，所以他家里很有钱的。然后海涛法师要到哪去剃度，他爱人就到哪里把这个师傅就贿赂，供一大叠钱放在那，然后说求师傅啊，师傅啊。你千万别给我先生剃度啊！那这个师傅就很为难了，我要跟他剃度，拆散别人夫妻，对不对？这个师傅就没办法给他剃度，所以他出家还很难，所以他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出家剃度，他是没有师傅敢给他剃度，他是自己头剃了，然后再去拜，然后别人说好吧，好吧，好吧。然后这样，就这样子的，哎，那所以他这个剃度还是蛮不容易的。剃度之后不久啊，他们师兄弟说我们去读佛学院去吧，他呢不想去读。结果他跟这个师兄弟啊就说啊，如果我们今天坐火车能够准时的到站的话，我们就去读。如果不准时。晚点，我就不读了。结果怎么样？火车一路开一路坏，晚点2个多小时，厉害不厉害？一个菩萨厉害不厉害？哇！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不去佛学院？因为我们现在佛学院跟你们学校差不多。老师讲课就是头低着，就是看文字然后讲。你讲五蕴论啊、百法明门论，我如果按照那个教科书上给你们教到你们睡着为止啊，升起厌烦心啊。所以我不按照那个讲，我用现代语言讲。哎，因为什么？那个唯识宗在中国早就断掉了。哎，他是那个无着菩萨、世亲菩萨那个时候弘扬起来的。他是从弥勒菩萨传给他们，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了？佛涅槃之后700年左右了，然后传到中国是现在是1200-300年前，玄奘法师才把这个体系唯识宗、慈恩宗、法相宗啊，这都是那一个，然后请回中国。他的大弟子窥基法师继承，然后只传到第3代就断掉了，然后传到哪儿去了？传到日本。我们现在为什么学到了？是20世纪初，杨仁山老居士到日本去留学，在他们的佛教图书馆里看到了唯识宗的书，然后把所有唯识法相这个所有的经典都请回中国，在中国南京的设立一个金陵刻经处，开始啊推广这些经典。然后在当时太虚大师的时候啊，大家啊，那个佛学院里又开始列为课程。一开始大多数学的都是在家居士，因为杨深山是居士，他在日本学了唯识宗，把经典带回来，在南京除了南京克经处之外，又成立一个学堂，在讲解这些。所以当时有一批学生，像什么欧阳靖吾啊等等的这一批，哎，就出来。但是这些都是什么学术派的，现在都像那学者啊、专家啊、教授啊之类的，就完全按照这些名相的角度里面修行的东西很少，就是很刻板的，就是按照那个讲。当时当然你花了多少年的时间，你还是会明白一点。但是要叫我们几天里面要讲这个，不但不明白，越讲越糊涂，哎，所以呢，我就离开那个，我直接按照我的角度上来讲，用现代版的唯识学，还是第一次讲，我估计没有人像我这样讲的，哎，这个一般性别人都按照那个书上那样讲的。圆瑛法师一直主张的传统佛教，跟虚云老和尚他们一批主张是传统佛教。另外一批呢，弄佛学院，然后啊学潮，然后改革啊，包括我们现在戴纽扣的这个旗巾，这个衣服叫太虚服，太虚大师的。但是虚云老和尚他传下来的，他们不准穿这种衣服的，他们还是穿鞋巾的。所以以后呢，我有可能还是要把大家恢复，还是要回到鞋巾的，以传统佛教的这样子一种啊。虽然我现在讲现代的这种讲法，但是还修行上要以传统的。所以这个学术思潮上其实产生一种分歧，哎，包括到现在为止，我们以我师父为线索的，都是遵循着古代大德一路下来的，哎，这样子。所以我们寺院还做早晚课啊，做蒙山放生，所有祖师的这一脉，我们还是传承下来。但是海涛法师也喜欢这些，哎，因为当初他知道那些，知道他们的，所以他不愿意去学。后来还是去了，但是因为火车晚点这么长时间，他心里有数了。后来在那边只读了3、4个月就离开了那个佛学院。所以正因为这样，他的这个出家的那个初心啊，就没有被受影响，一直保持着一种出家的热情，当初的出发心的热情，一直到现在。如果佛学院读了，那就不会把那个热情会浇灭掉。一旦那个热情浇灭掉之后，你再学什么知识啊，都用处不大，力量不大。哎，所以海涛法师到现在放生、超度啊，这一整套的传统的都用，啊，各乘教法的优点都在用。但是同时在台湾有一些人呢，也会啊，就是说，哎，这个就是好像太着相了，哎，甚至台湾现在因为那个样的缘故，很多人还反对放生。哎，不仅仅是在家人啊，这那些记者，更还有一些出家人他也反对，哎，甚至像蒙山超度啊，甚至有的出家人他都说这，因为他们不相信呗。所以海涛法师自己也跟我讲，他说当初他在佛学院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他也一度排斥那个所谓的啊那个早晚功课啊、蒙山啊、佛寺、金灿佛寺，他们是看不起的。眼里看不起的，所以他自己也一度排斥，甚至也排斥藏传密法。要知道，我们佛教界啊，我们还是要把这依止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依止善知识，学的越多，偏见越多，我执我见越多啊，就自以为是。哎，所以大家要知道啊，所以海涛法师呢，他非常的有善根啊，他就后来就自己就发现自己的这些错误，马上纠正。哎，甚至他也跟我讲起过，也自己也忏悔过，啊，又回到传统的佛教，传统的这条路，啊，所以今天我们你看，如何医治善知识，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些善知识，这些善知识啊，都相当于你们的师公一样啊，你们发财了吧？这么多师公啊，哎。所以海涛法师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虽然海峡隔着，但是很奇特啊，他04年到这边来，听了他的弟子介绍来，之前我们俩并不熟悉，并不认识，但是他经过弟子的介绍，正好当时他想学蒙山，也那年他刚刚成立生命电视台，刚刚2个月，然后来中国听弟子介绍，就来慧日寺我们见面。或许我这个慧日寺他觉得很亲切吧，因为是他在慧日寺，他在慧日讲堂种下了出家的善根，萌发了出家的念头，在慧日讲堂也服务过大众，啊，所以他对我们慧日寺有很特殊的感情。然后一见我们2个人，一见如故，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就结下深厚的道情。哎，这个呢，也是在他的这个督促下，我才啊，他胆子大一点，走出国门，哎，把佛法。把所有我的这些师父啊传播给我的佛法，我再带到每一个有缘众生面前，这主要就是海涛法师的功德，哎，所以说海涛法师虽然很多场合啊，他为了给我捧场啊，他就讲了很多啊，就是啊赞叹我的话，但是其实他老人家功德比我大得多得多，他每天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哎，每天都是不可思议，所以他包括海涛法师的一些师父啊，一些长辈都跟他说，他就跟他说啊，法师啊，你现在不得了啊，你现在一天的功德比我们几辈子还多啊！因为生命电视台啊，上面有2颗卫星啊，下面连线2200万台湾人都看得见，然后2颗卫星覆盖，你看我们中国后来就10几个亿，除中国以外，很多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可以通过卫星收到。你看这个功德多大，向法界天天放射的佛教的讯息，24小时不断的，哎，功德无量无边的大，哎，所以这个我们今天知道，这个几位法师每一位都非常的了不起，哎，这个呢，我到台湾之后，我也一个徒弟都不需要收的，所有他的弟子都恭敬我，就像恭敬他们自己的师父一样。哎，所以也很奇特的，大家也都这么说啊，大家说啊，他们2个像亲兄弟。然后海涛法师有时候也好奇啊，找有神通的人看，他也觉得奇怪，他跟我缘分这么好，所以他找一些有神通的看，那些神通的也跟他说前世你们做过兄弟啊，然后啊你们同时，然后跟他说你们也是同时在佛面前发的菩提心，一起发的菩提心。然后生生世世以来啊，不是做兄弟啊，就是做师兄弟啊，然后就一起弘扬佛法，相互的就是这样。所以哎，然后甚至他问得更仔细，这个就是缘呐，法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这一次首届佛教夏令营，大家一起做师兄弟，以后会不会很亲啊？亲很亲的，哎。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阿弥陀佛。学习如何以止善知识，就前面讲了善知识具足的相啊，善知识至少要有戒，他守戒，然后至少能够有定有慧。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教要富，什么叫教富啊？就有丰富的佛教知识，啊，善达实境，而且开悟了，通达如来真实之意。然后这样子的话，相续中有3学的正的功德，还有教的功德，圣教的功德，就是说教法和正法都要具足。哎，正法上就修正上。自己要具足戒定慧，从教法上通达诸法的实相啊，这样。下面呢，我们继续读啊。言教父者，位于3藏等，成就多闻善知识，敦巴云。言大乘尊重者，谓是须依。若说讲说时，能。发生无量智解，若行持时，与后圣教能成何异？当时能有何种毅力？所谓教父，就是对3藏等经典成就了多闻，善知识中敦巴说，所谓的大乘上师，必须是一种说法时能令弟子产生无量知解。若依其教言行持时，对于未来圣教接近隐没时，能承办何种利益？当时对初学者能有何种利益？比如持戒、取舍因果等，就宣说此种法。达实性者，是殊胜慧学，是为通达法无我性，或以现证真实为证。始若无者，说由教理通达一成。所谓通达真实性，即殊胜慧学，通达法无我空性，或者以现证真实为主。如果没有证悟的智慧，通过教理通达真实性也可以。为了简别上文，观察抉择真实意所升起的慧学，此处特别说是殊胜慧学，即证悟的智慧。为什么还需要有功德真上呢？如是虽能具足教证，若教学者或劣或等，犹非圆足，故须一种得真上者。善知识虽然具足了教证功德，但如果功德教学者低劣，或与学者相等，则仍不圆满。因此还需要一种功德比自己真上的上师啊。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呢？虽然呢，这个善知识啊，在正法上的功德和教法上都具足了功德，但是呢，学生跟他差不多，学生也有这么多，他知道的学生也都知道，他修道的学生也都修到了。那这样子的话，啊，也是个不圆满。他至少他有一方面的，就是说特点得超过弟子，这个弟子一直他才会对他的生命有帮助。哎，所以这是这个意思。亲友集中作如是说，当退失，依平等者平等住。以真圣者获真圣，故应亲近圣字者。所有具罪称，戒净慧尊。若亲近世师，教尊圣尤甚。亲友集中说，依止低劣者，自己原有的功德将会退失；依止相等者，便会平然而住，不得进步。依止尊胜者，才能获得殊胜的功德。因此应当亲近功德胜过自己的善知识。若能亲近具足戒定慧等殊胜功德的尊长，这将比尊胜更为殊胜。就是说他这里面就是有个比较，所以佛陀要涅槃前最后一个遗嘱告诉我们，还是因为说这个人呢，通过比较可以了解，所以我们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但是佛陀告诉我们一个比较方法，比如说在《遗教经》里面42章经里面讲到，你帮助10个坏人啊，不如帮助一个好人，这个你们能理解吧？坏人，不要说坏人了，这10个人都喜欢吃鸡的，但是很穷啊，穷的可怜，在流口水。说算了，我这里有钱，一人给你们100块，怎么样？他们就买鸡去了。那杀鸡算不算是你的杀生？算不算你的罪过？他没钱，所以这个天下啊，所有的东西都有道理的。富贵有富贵的道理，贫穷有贫穷的道理在里面。哎，所以当一个人通过这个来反省自我啊，修德啊，修啊，深信因果啊，戒恶修善的时候，一个人马上就命运转变。这个我们可以从那个叫什么那个片子里《于禁义公欲照神》里看出来，对不对？啊，于禁义公啊，一直啊，年年呐、啊、烧那个表啊，从那个灶神爷这边上表上达天庭啊，然后啊，特别到中晚年的时候，每年都是牢骚满腹。意思我这个人的读书也知书达理，也做了那么多好事啊，为什么我这样子？啊，连过年要买一顿菜，哎，借来一点碎银子，将要去买一个鸡，结果、啊、怎么样？碎银子被人偷了，哎，好了，所有借来的钱被偷了之后，就这样又回来，空着篮子又回来了，哎，结果想跳河还没成功，算了吧，死吧，哎呀，家里也爱人呢、啊、是瞎子，还剩一个傻子女儿，稍微伶俐一点的，地震的震死，瘟疫的瘟死。哎，丢掉的丢掉，走失的走失，哎，就这样。一个太太还是瞎子，一个女儿还是傻子，这样算了，这或者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这把年纪了，连个过年的饭都没有啊！想自杀嘛，还没成功，还被人救了，所以坐到那边啊，在那个，然后别人就送给他一篮子菜，回家过年去吧。就这时候，遇到这个灶神显灵啊，给他的开始，说你今天的这个哪一个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啊？所以他才开始反省。所以那个片子回去，你们有没有看过？啊，没有看过的去看，然后把那个片子多多的送人，就叫做好事。哎，你拿佛教的道理给别人看，别人不一定懂的，我跟你说啊的。这社会上，你拿给别人看，你说哦，这佛教的，佛教现在什么东西可以给别人看呢？佛教现在做出来的那个动画片《地藏菩萨故事》，这可以刻出来送人，啊，你功德大了。有些好事不是说我自己要怎么样，那你做好事最好的莫过于把佛法送给别人。但是有的人他不一定能接受，那能送于禁义公他可以接受，再不行送啊袁了凡。袁了凡他就是一个在家人的形式啊，懂算命的，哎，算命的，由命运而算出来他的怎么样，然后通过他的修，然后改变了命运。啊，一个袁了凡，一个于禁义公造于照是这非常好，非常好。我以前刚出家的时候啊，就这个我那个潮汕袋里装满了这个，哎，一出去的时候都装得满满的，一路上翻。汽车上别人啊找来跟我攀谈哦，我就很客气跟他讲，讲完了说，哎，我送你一本书，他很高兴。你送给他，你还要制造这个因缘，你就冷不丁的你说送你一本书，别人以为发广告的，他不要的。哎，你要跟他聊聊得他很开心，好，你送给他，哦，谢谢，师父谢谢你，哎，他很高兴的接受。所以要把这个脸要培养的怎么样？菩萨把脸培养的庄严，是为了弘扬佛法，让别人看了舒服，是为了给别人佛法，不是为啊长得啊顺眼一点，让别人生嫉妒啊，让别人生贪欲，不是为了这个，哎，是为了能便于弘扬佛法，是这么一个原因。哎，这有一些浅显的道理可以推广的。那我们这个命运马上也开始改变，因为什么？天地善神喜欢你做的是天地善神喜欢。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善神在哭泣，我们的老祖先呐、啊，简直啊，就，哎，你做你能反省一点点，这个人功德不得了的。你这小孩子像我们今天在座的，哎，不管男孩子女孩子，你们在这里学过了，你把这些思想你记住了，你回去做，开始决定做一个好人。开始做，不单是阳间的、阴间的都那个，哎，照顾到每天啊念佛回向他们，啊，到哪儿给这些小众生回向啊，皈依回向，然后啊，读诵大乘经典啊等等的，为这个世界，那不还了得了？哎，那以后你们的前途真是不可思议、不可量的，哎，所以这边我们女生的话也是好好读书啊，发菩提心啊，以后有男朋友啊，以后结婚啊，好好念定光如来啊，求佛菩萨，诸佛降临人间来。我们以前读书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个障碍。现在不是我劝，是我自己要好好修，修了祈请佛菩萨重抖擞，哎，不拘一格降胎来。我给你做平台，给你做平台，好好修。所以以后找也找佛教徒的，哎，找男生也找佛教徒，有佛教信仰的，佛化家庭，啊，那你看你享受吧。虽然娑婆世界享的是极乐世界的福，哎，所以这个世界上你看，这个命运是很不同的，命运哪里来？都自己修的，啊，所以这个大家都要知道，好好的发菩提心。啊，为这个世界，为了这个世界，因为不仅仅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处在这样一种状态里，啊，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哎，下面，啊，下面啊，20页，全知麦哽仁波切说。所依止者在持戒、多闻等功德方面超胜自己，如是依止才能增上善根。若依止与自己平等或者不及者，必要不当啊！所以以后你们要知道，你们本事比我大了，马上去找更好的师傅去，我不会怪你们的，知道吗？这就是这样的。哎，但是呢，按照目前的速度来说，我还比较谦虚。所以我每天也在进步，而且我每天进步的速度，你们要能跟得上，就算你们本事蛮大了。但一旦你们根气比我深，啊，一闻百悟，一闻千悟，啊，一悟就是彻底，那你赶快，啊，赶快！这世界上还有确实还有更殊胜的上师，更殊胜的善知识。我也在啊，这个尽情的等，就是啊，祈求的有缘的善知识，哎。所以你们也是这样啊！如果你亲近一个跟你差不多的，甚至比你还不如，你还被拖后腿。你比如说，你今天我们这个夏令营这个功德很大很大，每个人都这么增上，然后你不小心你又跑到哪里去跑一下，马上这些功德被染污掉一半。哎，所以平时不要乱跑，不要乱跑，也不要啊！我刚到师父那边出家，师父就告诫我这个。说不要东打听西打听，不要东看西看，然后下面一句话叫烦恼从中生。哎，所以我们那个出家那个劝勉里面不是说终日烦烦恼恼，下面一句什么？驴年哪得悟道？驴年有没有驴年？驴年也悟不了道，所以我师父也是讲这句话给我听。啊，所以我讲给你们的听的，都曾经师父讲给我听过的，哎，终日烦烦的恼恼，哎，何年得以悟道啊？我可以开悟啊？没有的，所以要有清净心。清净是不是天然的？不是天然，是一种理智的行为，是需要自我保护的，有取舍的，所以要有责法也。法，万法都是法。万法里面有没有善法？有没有恶法？有，我们要有择法也，要舍恶法，取善法。哎，娑婆世界修行，我师父告诉我说，叫什么？垃圾堆里捡黄金，是黄金多还是垃圾多？垃圾多啊！如大海中啊，去觅针啊，大海中。大海中去找那根针呢，嗯，所以我们要有责法也，责法也。那所以说，你如果没有学过佛的，没有善知引导的，他会天然的会成佛吗？会不会？不会的。所以有些人崇尚自然嘛，崇尚天然，在佛教里他说就叫天然外道，这种不可能了达自己，因为这个佛性。这要把这要把我们生命里面的佛性要提升出来，那需要很多的工序的，很多工序的。哎，这个大海里要找到那个针，那是很不容易的。哎，所以你当有善知识引导你，引导已经入门了，那就好方便了。没入门之前，哎，所以我们那个中国啊，有一位大居士啊，他讲的啊，修道难，修道难，犹如啊什么，一旦芝麻树上摊了，把芝麻摊到树上怎么样？是不是很难？哎，你说不难，我拿胶水，胶水也难啊，哎。然后他女儿听了之后呢，因为他们这一家都开悟了嘛，爸爸讲这句话是讲众生啊，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所以我曾经也都是多少次的在梦中想到，哎呀，众生怎么才能了知佛法的真谛呢？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梦里面都痛哭流涕啊，哎。然后他女儿听了爸爸这么说啊，他女儿说，哎，佛法义，佛法义啊。百草头上祖师意啊，简单，到处随眼所看，哎，哪里不是佛法啊？对不对？那我们学五蕴论啊，学百法明门论啊，就是要了达那个意义啊，了达在这个一切法当中，在百法当中，要知道什么法是染污法，要舍；什么是干净的法啊？那不是说哦，我等着我们去。那还要我们要升华了，升华起来，升华起来才有智慧，有智慧才能发现佛性的真面目。不是说佛性都长得很漂亮，长得像钻石一样会一闪一闪放光了，那我就会找到嘛。哎呦呦呦，这是佛性，哦，这个是垃圾，不是的。哎，就像外国拍电影一样的，那个啊，有时候那个魔鬼打扮的很美啊，你以为他是佛性的。有时候佛性恰恰很朴素很简单，你以为它不值钱的，这它是最值钱，有时候，所以大家以后啊，所以要清净，所以我个人的损失在这方面也是很多，我平时啊亲近善知识的机会现在越来越少，我们现在这样子啊装模作样的做大家师父，其实对自己啊不是很好。但是大家要知道，好好配合，配合就不辜负我们一片心意。大家都很努力，那我还略有一点点功德，否则的话，那就是我自己又不得利益，然后你们也是这样的恍兮惚兮，那就糟糕了，我费了精力，然后你们呢也这个不配合，那就糟糕了。我费精力，你们能配合，那叫什么？虽然辛苦一点，自己啊这个有一点损害，但是为了你们，我甘愿奉献，那还可以，好，下面再往下啊，以下引语录说明，如普琼瓦云：“闻诸善事始传之时，我是向上仰望于彼。”又如塔以云：“我以若真诸世数所而作目标，是须一种目向上真上德者。”啊，就是像仰望的，都是仰望的。所以要想追随善知识，就要了解善知识的德。善知识的德如果没有传记，没有办法了解善知识的德的。所以读。我就提倡大家，初学佛的人一定要熟读释迦佛陀的本传，释迦佛陀的传，各种类型的传记，关于释迦佛的。然后呢，八大菩萨传记、十大弟子传记、诸大成就者的传记啊。如果呢，比如说那天给你们看的司公的这个纪录片，这也算是完整的介绍司公的。所以你们在座的人福报很大。以前有的很多人呢，就见过师公，甚至也皈依，但是也不知道师公有哪些德，师父自己不会讲的，弟子们愚笨一点，根本看不出来。我是第一次见到师父，我就镇住了。哇，世界上还有修得这么好的一位真者啊，还这么好的一位圣者，所以我当时要奉师他，亲近他，向他学习。但是我跟着师父那么多年，我发现知道师父德性这么高的人很少的。不要说在家居士，在家居士一个什么呢？他很纯，他很纯，看到师父很欢喜啊。但是他知道师父的功德有多深吗？很难知道。那出家人就更复杂。为什么我们末法时代？末法时代的这个，就是说，有时候不小心呢，就是出家人还不如在家人，男的不如女的，这就是末法时代的相。所以我师父就是亲自剃度的一些，对师父都不一定能生出什么信心来。哎，这个是很悲哀的事情。啊，我那个时候除了给师父做侍者，还经常扮演一个这种辩论的角色，跟师兄弟们要辩论，哎，还说师父的不是，哎，他想一下这个罪过的无量，你知道吗？哎，有的人是，甚至呢臭味相投，大家哎在一起讲师父的过失，那开心的不得了。哎，有的人他也会这种业障啊。他没有办法看到别人的德，他只看到他自己的业障，他看到别人的业障，哎，他只以这个说别人的业障为自己业障彻底的显现，他还不知道，他说得很开心，然后业障配业障，大家在一起啊嘻嘻哈哈在说这个，哎，所以你是可惜不可惜？所以师父你就是这样子，你看，你想想看。师父这样子一辈子啊，我认识师父的师父已经有70岁了，出家这么多年了，国宝级的了，出家60年，皇帝就要向他磕头了，国宝级的。那居然那很多的那些弟子们还对师父还没有那么重，哎，谁有信心谁就有成就，这从现在就可以看出来。你普陀山那几位，谁对师父有信心，他就成就，有成就。那其他的啊，很多的那些弟子哪里谈得上什么信心？啊，这个经典里讲说，对着师父就连眉头都不能皱一皱啊！哎，这个真的很严重啊！哎，啊，下面啊，我所讲的啊，主要是大家多读啊，这传记啊，从佛的传记、菩萨的传记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学佛。实践上最主要是从依止师父，啊，了解师父的功德，啊，增上信心，然后逐渐的开发智慧而了知诸佛菩萨的境界，哎，这个，哦，下面我们如同普琼瓦所说，听到诸善知识的传记时，我是向上仰望他们的，犹如塔乙所说。我把若真世的长老、上座们作为自己向上的目标，善知识必须是一种学人自己心目向上仰望的功德真上者。哎，就是说，善知识作为你功德真上的对境，那你应该怎么样成为你对境呢？你要尊敬而仰视他。哎，所以作为我今天虽然讲到的末法时代，但是你们能不能轻慢出家人啊？不可以，哪怕就是那样子，那个你们也要有恭敬心。就是所以佛教有那一句话叫“有的他不如法的”，恭敬的心态不可无，但是又同时不能亲近他，叫敬而远之。啊，那对于如法的，我们更加的愈加的要恭敬，要亲近，要供养。对于不如法的，我们呢也是要恭敬。反过来呢，忏悔自己的业障，因为我们是为什么生在末法时代啊？这是我们自己修来的嘛，自己果报嘛。那他的罪就是我的罪啊！这末法时代所有末法的这种现象，都是我过去造的因啊。这个相不是别人的，就是我造的，所以你要承担起，然后这样子忏悔。哎，如是六法是自所应获得之德。诸所余者是摄他德。以上六法就是三学成就、校正二德和功德真上，这是作为师父的一个6种相。三学呢是吧？戒定慧，然后啊教是复教啊正呢啊能通达诸法实义，哎，而且呢功德啊能真上，他自己在功德还是在真上，啊，这样子也成为我们增上功德的最主要的因。是善知识自相续中所应获得之功德，其余四法则是摄受众生的功德。啊，下面以下摄他功德讲。 这前面就是说善知识自己应该具备的功德，下面呢就是善知识他既然收徒弟，他有什么能力收徒弟，他应当具足这个收徒弟的这四种功德，叫摄他的功德。以下摄他功德都是在说法方面案例的，因为除了说法之外，再无其他利益众生之事。说法能开解众生的心灵的大门呐。 所以说法这个语言啊，扣着你们的这个智慧门呢，打开你们的智慧的，哎，所以说法就是说，除了说法之外，再没有其他可以利益众生的，哎，这个很重要。此意如云：诸佛非以谁洗罪，非以手除众生苦，非以自证与愚者，是法性敌，令解脱。若除 为他说无六道摄受而外，无有一谁洗罪等事啊！就像教典里啊，这也如教典中所说，诸佛不是以水来洗除众生的罪业，哎，这个括号里说啊，是为众生宣说极敌，极敌，因为这个罪业从哪里来的？苦从哪里来的？苦是从因当中来的，苦的果从因来的。因从哪里啊？因是积累啊，你造作了祸业所感召的苦果，不是佛来为你出那另外一桶水来我给你洗一下，你苦就没了，是不是啊？哎，不是这样，而是向众生宣说极敌。那你了解了因了，你去除掉因，那苦是不是还就不存在了？哎，不是以手遣除众生的痛苦，而是为众生而宣说苦敌。 啊，也不是将自己的证悟转移给他人，而是为众生宣说灭敌，啊，就是诸法寂灭的，啊。因此，除了为众生宣说无有正道而摄受外，并没有以水洗罪等这如此的等事，啊。所以《礼记》也说：“师者，教人以道之称。” 以道教人者为师，你看这个师多伟大！所以中国的文化叫“文以载道”啊，啊，这个为人受道，哎、受业除祸啊，告诉我们这个道的所在，这为师，哎、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老师，如果按照这个来说的话，那糟糕了，我们这个师。 哎，我们是最多给大家修加行啊，但是方向千万别给别人送错了。我说我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我引你们进佛门，但是千万你们方向别给别人引错了。哎，有很多词说世界是唯物的，啊怎么，唯物他也没理解清楚，什么是唯物的？唯物也不是古里的唯物，唯物是相对唯心而说的，唯物主义是唯物第一论，唯心第二论，并不否定唯心的存在。 那现在我们社会上普遍的说唯物主义是什么？和唯心是对立的，唯心是敌人一样，那是不是？根本不是，那种偏见了，那主观的偏见，那愚昧啊，这个更不要说辩证的唯物了。哎，辩证的唯物是什么意思啊？哎，是唯物当中有唯心，唯心当中有唯物，这才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因为唯物主义的时候本身就是唯心的。 这才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对不对？我们就讲，当这个你看到了这水晶，对不对？那你现在我拿下来，你看到的刚才看到的什么是水晶？那已经是唯心的了吧？我拿起来这是唯物，对不对？但是你看到的时候，你说看到的是什么？你说那个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已经是唯心的了。这个才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啊！ 那我这个唯心从哪里来的？是从客观当中来的。在客观当中，你见到客观了之后，你有客观的取向了，是不是就形成主观了？啊，就是，这才是辩证的唯物主义。住在人间，家在彼岸，心怀大悲愿。世事变幻，痛苦交煎，同登涅槃山。 有佛法就有办法，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将佛陀的教法深深的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护持账号。 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今天我将宣讲有关佛法的内容。说法最主要的是帮助别人，以佛法来助人，所以宣说佛法，而且为了改善自己的心，好好的实践佛法。我所宣说的佛法，以易实修、易懂的方式来说比较好，注意较大，因此。 我以简单的方式来说明如何实践佛法。顶礼诸上师，一切佛经心要义，是诸菩萨所赞道，有缘求解脱净凉。我今随力而宣说。如前所说，我们要诚心诚意顶礼上师，佛所一切经要即是处理心。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尽量修持处理心。 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所赞叹的，则是菩提心，具有善言者所向往的彼岸，即是空正界。因此，我们平时尽量实修处理心、菩提心、空正界是非常重要的。于三有乐不贪着，为想满意而精进，如此。 我们不要执着轮回的安乐，一定要好好的去做对圆满人生有意义的事，对此事因锲而不舍的精进。